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小马视频，我是小马。今天咱们继续打塞尔达传说荒野之息。咱们上一期呢探索完这个时间停止的神殿，接下来啊咱们还剩最后一个神殿。这叫什么神殿啊？这个我看看，这也不写个名字啊。反正咱们就探索这个神殿就完了啊。这个图呢有四个神殿祠堂。咱们呢探索了三个，还剩最后一个。好，咱们马上出发。我看啊，应该是红色的方向。大家看我这个图标还标了一个绿色的方向。我可能是标错了。这个绿色的方向应该是出了咱们一开始的这个初始的地图。就是大家请看啊。就是这个地图，就是现在这个棕色褐色的这个地图。我标记的绿色是出这个地图，所以说我应该把它取消掉才对啊。咱们回头再说，咱们现在呢先去这个红色的神殿。好，咱们马上出发。啊，稍等啊，这有一个宝箱，咱们先把它得过来啊。稍等，这个应该是时间停止，然后选择这把大斧。把它打开。OK。把打开之后。收了大锤，然后咱们看这宝箱什么东西啊？我就奇怪这个锤子啊，这是旅人之弓，这不怎么地啊。这个锤子干什么？非要把这个石头时间定止住，停止住之后怎么才能够锤呢？我奇怪，哎，对面是什么？这应该对面应该不是咱们这次完成的任务啊。先不管了，咱们朝着红色的方向。现在我看啊，这上得去吗？咱们马上前进。我看看，应该是咱找一个低点的，这边低一些，这边应该是能跑上去啊。咱们尽量不爬，我看看，还只能爬了，那从这儿爬吧 ，Go。林克，这个地方咱尽量不要摁跳跃，跳跃的话太费体能了，咱们尽量还是让他爬。哇，我好。寒冷，就说我现在已经遭受到了我受不了的寒冷。我天哪！他说我要会减体能，果然减了一半。不，这林克怎么冻得不行了？还拿弓箭啊！我知道了，咱们现在应该是从这回去。稍等，我还原地跳下去。咱们是这样啊。咱们应该是回到大爷那儿，然后呢去拿他的那个菜谱。他不是上次咱们去那儿有一个什么菜谱吗？皮利卡拉一个什么东西，对吧？就是他做了一个料理，吃完那料理呢，可以能够这个御寒。我看啊，这是大爷的房子，咱们现在回到大爷的住处。我看啊，咱们从这儿来的，所以呢，咱们要从这儿下去啊。稍等，咱们从这儿下去，小心一点。爬悬崖可不是玩的，所以呢，咱们小心一些。我靠，现在位置可以跳了吧？好，跳一个，走，哇，还是有点危险啊！稍等，咱们再上来。好，咱们再往边上爬。咱们接下来应该是啊，往这个台阶上爬，伏米带，是要小心一点。哎，这还有个天山雪莲长在下面啊，这东西不行，一会儿咱就给它踩了吧。注意安全，安全第一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恢复完之后咱们再爬，小心一点啊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好，然后呢我来踩这个天山雪莲，这是天山雪莲吗？别瞎起名字。我看台子还有地方，咱们赶紧过来踩到这个之后 go go da get OK。 然后这蘑菇，这不是什么雪莲啊，雪莲花一般长在这个雪山上。好，哇，林克已经出汗了。我天哪，这现在能跳了吗？不敢试试。好的，然后哈，接下来咱们再往左边走啊，再来，再上。我天哪，咱得吃辣椒是吧？上雪山吃辣椒啊。稍等，咱先下来再说。好的，我看到下面的一个一个台阶了，那咱们一点点下去啊。好，让林克恢复完体力之后再上。我天哪，我差点跳下去，我出一身冷汗，这可不能跳下去，是咱一点点爬下去啊。哎，这说不定能跳下去，但是咱还是不冒险。
下面毕竟是悬崖嘛，对不对？我想是这样，咱们回到大爷那，然后呢，做出他的这个噼里咔啦的一个料理，做完他的料理之后，咱们呢再打最后一张图，再打最后一个祠堂。雪山的话需要御寒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做的很科学啊，这还有温度的概念。以前塞尔达或者说其他游戏哪有温度的概念？哎，我怎么看到这树上亮晶晶呢？好，咱们赶紧下去。有苹果。哎，这我应该能直接跳了吧？试一下。哎，这溜下来的这是，应该行了吧 ？OK， 然后咱们上树采苹果。这么多苹果，我应该把这树砍了才对。等等，苹果，哎，苹果在哪？哎，这苹果怎么采啊？难道说我只有砍树采苹果吗？往边上爬了吗？爬不了啊，偷走。算了算了，咱们不要这个。好，这，哎，我上次独木桥没有了，那咱们还得再砍个独木桥啊。稍等啊，咱再砍个独木桥。嗯，我挑出我的大锤，不是大锤，板斧啊，樵夫的斧子。好的。哎呦，我就不擅长过这个，我稍微的小心一些啊，这我得小心一些，不好意思，我蹲下，我对正了，小心一些这块。我以前走这个建造者的时候，就是害怕这种独木桥，还好啊，现在咱们还算是稳当。哎，有点拐了。好的，我现在是深夜过来的是吧？我看大爷是不是又睡觉了？哎，萤火虫，萤火虫能抓吗？这抓不到啊。好，找大爷去。哎，大爷没睡觉，在这坐着呢。那对点话啊。哦，他还乐了，还对点话，喊他死。嗯，你探索祠堂探索的怎么样了？我问的，我说大爷您在干什么？啊，我稍微有点累了，所以呢，我坐在这个篝火边进行休息。他不睡觉呢。对了，你肚子是不是饿了？这大爷问我，他说我呢只有一个料理锅，就是说做饭的锅啊，你可以使用。我这有两个这个选项，第一个就是说，第二个是拜拜，就咱别拜拜。这上面就是说呢，这个锅的使用方法他会教给咱。口子欧些，对，咱们选择这个啊。他说呀，让我打开我的物品栏，然后呢，把我的食材拿到手中，然后呢再放到锅里。原来如此。他说让我考虑一下这个食材之间的相性。相性怎么理解呢？就是说这个，这相性怎么翻译呢？就是说兼容性，不，爱相，就这意思啊。他说呢，考虑到这个食材的这个配合吧，然后呢，你就可以能做出更多的料理。如果你想象的好呢，还能够做出补这个冈巴利，冈巴利就是说咱们跑步时的那个忍耐力，还可以补忍耐力的料理。哦，这个不错，我的忍耐力一直就不行啊。他说料理啊是通过 sense 就是感觉的。你有感觉呢就能做出好的料理，看来讲究天赋啊，做料理就这个锅嘛。这是喜妈吃不死，这咱不吃不死啊。啊，对，咱现在是要做这个辣椒料理是吧？稍等啊，我把这个辣椒先收了。好，扑卡扑卡。然后呢咱们再看一下大爷，我记得上次他说让我做什么料理，我看看啊，需要什么材料啊，说这个地方呢没人来，所以我的唯一的乐趣呢就是做料理。这个上咱们看过了，然后我的终极料理呢终于完成，叫做皮里卡拉，亚麻开亚基，山海烧。他说这个料理的最厉害的地方不光是恢复体力，而且呢还能够在雪山上抗寒。我知道了，如果有这个料理的话，那么咱们就不需要什么防寒服了。咱们再读，上次我好像读到一半就没读完，咱们把它读完。但是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这个料理的这个叫什么菜谱，来西比菜谱呢我忘了写了，他给忘了。他需要 kimono 的 niku， 就是说需要妖怪的肉，然后还有这个 poka poka so， 这个就是说刚才咱们从桌上捡的这个辣椒。他只记住这两个。然后呢其他还需要什么料理呢他就给忘了，可能是呢我上了一岁年纪。然后咱们接着读。他说这个地方没人来，这不跟上次一样吗？他说我呢是不能够依赖谁的智慧，就是只能靠自己啊。如果谁能够把这个食材告诉我的话，
我呢会把我的防寒服送给他哦。啊，就是说咱们帮大爷做这个料理，然后呢，他会给咱一件防寒服。原来如此啊。好，那就没有了，没什么多木纳西那个一个，就是说这个太无聊的一个愿望了。好，那咱们就是说，咱们现在先去锅边给大爷做料理。这个料理需要 kimono， 然后还需要，辣椒，然后呢还需要一个东西。这个东西我呢，稍等，我调查一下啊。应该说还需要一个叫做海拉鲁巴斯一条鱼，那咱们马上去给大爷做这个料理啊。做料理之前啊，稍等啊，咱先打这个 kimono 应该是在周围找一只鸡，我看看啊。哎，我怎么听见有鸡叫呢？周围找只鸡打一打啊。这半夜没鸡是吧？啊，那咱们这样吧，咱们先到早晨，我早晨这边出鸡之后，然后哎，这大爷走了，大爷睡觉去了，咱们到早晨吧。到早晨之后出鸡，咱们打一只鸡，获得这个 kimono 的尼库，然后咱们再去获得这个鱼去啊，咱们一个一个来。这个没有鱼竿钓不了鱼，我得想，哎呀，鸡来了，我看在哪儿了？那鸡啊，别动啊，咱们射这只鸡啊，稍等，走，漂亮，好。咱们拿到这个 kimono 的尼克，好，这个是驼铃尼克，这个是，咱们有这个鸡肉了，然后呢，还有这个辣椒，还缺一条鱼。然后我看一下啊，我现在没有弓箭了，所以我得先去弄点弓箭。我看看有没有妖怪啊这块。我记得啊，这儿有妖怪吗？我呢从他这儿弄点箭过来啊，稍等，我换把这个宝剑啊，然后我让这个妖怪给我点箭，让他射我，这样我就能够获得箭。让他射我，他没看见我，在这儿呢。OK， 又坏了，他把那帮招来了。你射我呀！哎，射了。啊，好的，这样我就能够获得一支箭。好，他还射我，哈哈。我先把这个打掉啊。我要获得继续获得剑，不是太好盾，好的，然后把剑捡到，呵，这个草船借箭啊，我看啊，这都不是，哎，剑呢？这儿呢？这剑得多捡点啊，好的，哈哈。草船借箭有点意思啊！好，我然后呢，冲他射箭，我把他给射下来算了。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给了我这么多支箭，还有吗？箭是好东西，还有箭啊，这有箭，有箭箭！哇，我中箭了！剑我得省点使，咱们用这个刀砍他，我现在获得不少剑。好的，哎，好像地上还有五支剑，呵，太棒了。哎，哦，这还开个宝箱啊。好，一会儿咱们拿宝箱啊，我先捡这个剑，漂亮。然后这边有宝箱，还有，哎，这个能打开吗？稍等，我拿我的大锤试试，能把它砸开吗？漂亮，我天哪，灵钩苹果，然后这把打开，哇，他这里面藏了不少吃的，呵呵，这帮妖怪真行。然后恢复到我的一般的铁剑，我喜欢用铁剑。然后咱先把这个肉拿了啊，好的，拿到一颗肉，然后，哎，这还有剑，那烧掉。哎，我非常喜欢弓箭啊，好，打开。看这宝箱里有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我的独木桥还在呢，飞枪 ，Togeki Hali， 啊，这是飞枪。哎，哦，他不让我拿了，稍等，我再扔点东西啊。飞，哎，不对，飞枪的话，飞枪，我看啊，
都想要。这火把咱也想要啊，算了，这把枪不要了不行。这把枪攻击力才三，不要了。然后咱们捡这个飞枪。好，飞枪。接下来，这有个门啊，咱们去看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个门的话，应该用锤。对对对，这门我以前包括这个木箱嘛，咱用剑是砍不碎的。哎，不能砍了，不砍了，再砍把这剑砍坏了。算了，这个剑不要。我看啊，我应该还有其他的武器，这还有把剑。哎，是双手剑。算了，咱省点使，咱还是用斧子把它门砍开。好的。哎，这怎么有苍蝇？哦，有个马蜂窝，我天！我没捅马蜂窝，我没捅它呀。哎，我没捅它也不行。这马蜂窝怎么打？哎，拿火能烧吗？咱先跑开吧，一会儿再说吧。他不追过来吧？他飞回去了还？哎，这怎么办？里面有个箱子，我还想看一下呢。哎，我拿这火把行不行？这火把要不我也总用不上，在哪儿呢？火把这儿呢？我拿火把试试看看能不能把这马蜂窝给它捅了。这火把怎么这么差呢？赶紧开枪！看向咱赶紧跑啊！火箭漂亮，赶紧跑！惹不起他们。火箭啊！好，那么咱们接下来应该是去找一条鱼。稍等，我先看看这个悬崖峭壁上是有什么东西。啊，这就是悬崖上长的那个蘑菇。好，不管了，那咱们现在去钓鱼。鱼的话，我呢好像，查了一下，应该是在这个方向。咱们现在，瞬间移动过去啊。咱们现在钓鱼，钓完鱼回来之后找大爷，然后呢，咱们获得防寒服，这是我觉得是咱们这期的任务啊。然后呢，咱们获得防寒服之后，咱们再去最后一个祠堂，这样就不冷了嘛，对不对？咱们就这个计划哦。哎，这塞尔达感觉真的可玩的地方太多了啊，非常不错的一款游戏。美中不足，装载稍微有点慢啊。好，咱们应该是回到了，这个是磁力的池塘，池塘，祠堂。好，然后我看啊，我正好试一下。哎，大家请看，我这水里吧，有个箱子是吧？咱们把它拿过来啊。我不用这个磁力。哎，不对，这个摁成这个时间停止了，应该是磁力，是这个。好，把它拽过来。这个箱子，咱把它打开，呵呵，有点意思啊。看什么东西啊？库哈库琥珀。装饰品没用啊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看啊，咱应该是找地儿去钓鱼。有鱼的地方应该是在这个初始之塔的下面。我看这个地方没鱼，应该这边没有鱼啊。好，那咱们绕去。哦，这都是那破坏的机器。这边应该没有妖怪啊。好，我看啊，这边我记得是有一个池塘，这个地方这水草啊。哎，我记得是有鱼，我看到过鱼吗？对不对？这儿呢 ，OK OK， 大家看，这这么多鱼啊，咱们就射它几条啊，一个，两个，再来啊。三个，哎，我这一箭射两个，四个，好，我们下来捉鱼。大家请看，就是这个海拉鲁巴斯，咱们通过它
做那个料理吗？好，赶紧上岸。不是，这个在水里待时间不用长，林克这个肺活量还是不太好。我看啊，这还有一个什么东西。哦，这还守个箱子，算了，咱们不理了，不理他们了。咱现在不需要这个惹一些其他的妖怪啊，咱们现在去大爷的地方。我看大爷的，现在咱们应该是去大爷的家这个地方啊，我看看应该是。好，我现在锁定一下大爷的家在这儿，然后咱设个标记啊，我就来这个粉色吧。好，咱们现在朝着粉色出发。这哥布林，这哥布林真的挺多的啊，不理他们。哎，上王，地上还有木剑。哇，大家请看，远处这个是一个骷髅头，有点吓人啊。这边没有妖怪了 ，OK。还有这个炸弹箱，应该是能举起来才对啊，哥布林的炸弹箱。这个地方咱应该是已经探过了，没有问题 ，OK。林克美中不足就是跑得有点慢，而且气力太短。哎，这哦，我还以为这有点家具呢，算了，不管了，走 ，Go。以前我记着玩这个《黄昏公主》的时候，林克可以在地上打滚前进，现在好像是不行了。你看，现在是怎么着都打不了滚了。哎，大爷，我看看，大爷应该是在这个方向。好，我看到了大爷的小屋。好，那咱们接下来就是做一个料理，然后呢找大爷换防寒服。好，咱们试一下。他乐了啊。我看啊，这个料理应该是需要一个这个辣椒，然后呢一条鱼，另外还有 kimono 这个肉。好，咱们试想料理放进去。还在里面蹦啊。大家请看，做出了皮迪卡拉桑开亚奇，做这么个药啊，这不是药啊，这料理。然后呢咱把我看啊，画面右上角说我呢已经可以把这个料理呢放到菜谱里面去了。然后咱们和大爷说话，把这个料理给他。啊，他说你想做料理的话就用我的锅吧，我呢选第一个，我已经做好料理了。你这是什么？这难道就是我想出来的终极料理吗？皮皮卡拉三开亚基。你怎么会有这个？哇，然后你怎么会知道这个菜谱？难不成你是放了一条鱼进去吗？哇，你的这个料理我觉得还是不错的，你应该去当个厨师，当厨师啊。那么我把防寒服给你吧。哦，他给了我个防寒服。哦 OK， 咱可以御寒了。你穿上它就不怕冷了。OK，thank you。我呢有这个菜谱了，我就不需要防寒服了啊。他看来可以自己做料理，所以他把防寒服给我了。那我穿上试试啊。这个，哦，穿上了，这不怎么厚。好，那咱们接下来应该是回到咱们上次的这个神殿。回到这个神殿之后，咱们就可以去到下一关，对吧？好。我看看，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，这个视频我就只能给您分享到这里了啊，谢谢您观看啊，今后呢我还会更新塞尔达视频，也希望您呢能够持续关注我的小马视频，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